闺蜜，我是香蕉，我是蝴蝶人，我是明袋子，明袋子妹妹，我叫什么名字呀？一只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鬼灭的周边。先把旁边的拿出来。这是鬼灭大礼包，花了790块。到了，枪到了。来，我拍一张，看我三、二，妹妹不要这么哭，要可爱一点的。对，好，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耶。最后再看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惊喜包，惊喜包，惊喜礼包，这是什么呢？哇哦，这个卡耶 ，VIP 卡是不是？这是明信片吧？应该。哇，明信片，对，这个是哦。要明信片干嘛？哎，照片，还有，哇，这图卡，这我看一下是什么？照片，鬼灭之刃的照片。等一下，哎，明信片呢？后面有信可以写。我知道。好，首先第一个炼狱师凶狼的大张小张明信片。Nesco， 这个翻扭不上，不要给大家看。喂，好。小姐，妹妹，你这样很可爱，蝴蝶染的。好了，先这样，今天太多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。鬼灭漫画，哎，这个是那个鬼灭书。超级文库，鬼灭的书。好，这是鬼灭之刃的著的介绍书。对，散。看一下吧，彼岸花的故事，它上面是写的片语之蝶，年幼的鬼害怕，年幼的像奈惠汉人的故事，来看一下。哎，鳄鱼老师，快！哎，鳄鱼老师，鳄鱼老师是谁？是无卡护士情，这两本，无卡护士情。啊？这全部啊，全部700块，790。我说台湾这两本。这两本要送什么？好，这是台湾一本169。淘宝买，这就全部790。你今天看。两本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对，一本是人的，一本是那个彼岸花的。人的是谁？蝴蝶跟他们身世啊。哦，是啊。还有这个哎。光碟啊。超级文库。还有两片光碟啊！哦，这是一本书啦。好，这是《鬼灭18件大礼包》。嗯，我还有。好了，这个是卡、手链、明信片。接下来是《鬼灭》的卡片，来，浅草服装。鬼灭特制相框，书签，我要这个书签。鬼灭的卡卡，应该也算是书签，很可爱。鬼灭的超级迷你贴纸，然后这个是相片粘是102片，然后这个是课程表一张，这个是生日卡片一张。
难搞。这是炭治郎的生日吧？对，7月14。他是7月14啊？对啊。放水在哪？哇，然后这个是所有的笔记本。你笔记本可以给我吗？这个是手机架一只，还有蝴蝶人的像。蝴蝶人的画图，对，图画，鬼灭的立牌，哇，立牌，看一下，接下来还有两张废纸，不对，海报，海报，妹妹真可爱啊，妹妹，那我移到桌子了，好，那现在来看这个，隐藏画集，豪华装。我知道怎么当臭臭的奖品。嗯，真真真是，嘿，来，你要拿铁。它是双面的。嗯。可是看不完呢。这张很好看，这张和这张 ，no skin， 这个也很好看。这张九柱也特别好看。对。哇，这张好漂亮哦！这张也蛮漂亮的。好，下两张。比较大哦，这张好大。想跑出画面了。好，可以。纪伯言哎，他有他本人签名吗？快签名！好，里面还有什么？证明。证明东西怎么感觉开不完了？这是立牌，可以。后面还有那只。这奖品到时候怎么分啊？好难用。可很棒哎。是啊，很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。好，再来开这个，这是鬼灭应援宝盒。垃圾，3、2、1。然后内含物品有精美歌词本1本，32页，珍藏明信片8张，贺卡2张，啊，书签4张吗？哦，简体字我看不懂。礼品盒1个，课程表1张，海报1张，手绘图稿1张，粉丝证1张。哎，粉丝证耶！赶快看。手机架吧，对，来放，然后这个是鬼灭之刃的这个手环，可是我们不会用这个胸章呀，给我好不好？那你那个给我，我们不是一人有个那个里面的和这里，啊，到时候一人一个，还有这个卡和粉丝证，哇，粉丝证。姓名鬼灭之刃，性别男，民族无卡乌次亭，出生20162月15，住址日本。这是卡吗？对啊，这是我想要。哎，你有这种卡？这是贴纸，对，你的，给你。谢谢。好，来一张一张来，来。真。这是明信片啊？怎么一大堆明信片呢？海报，为什么留不起？那这又是什么？书签吧，会不会？妹妹那个。对啊，这就是书签呐。这又是立牌。我冲这边，你冲那边。典藏贺卡。好呢。这个会喜欢吗？会喜欢。你们要这个干嘛？粉丝证这不用抽了吧？要。粉丝证还要抽，贴纸卡要永久耶，期限永久。好棒哦！课程表还有月球表。月计划表，月球表。
球表要干嘛？是鬼灭大礼盒。哇，好烂！很多，哎，教室，教室。里面东西反而最少。妹妹，妹妹，我们先。最不值，最不划算，这抽抽乐奖品就太少了。时尚玻璃水瓶。是鬼灭之刃的吗？对，鬼灭之刃教室。真的。哇。鬼灭之刃教室。好可爱。等一下，要特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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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写。再次来，对。炭治郎的水瓶呢？它是玻璃的，会被弄破。是要拿一只柱的。胸章，这是什么胸章 ？Giru 的胸章，山曼公的胸章 ，Nezuko 的胸章，编织的胸章。哎，先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哇！大胸章。太多胸章。对不对？大镜子。镜子啊。镜子很小。就给你们，好，这是。立牌，然后这是干嘛？哦，这是他第一次说的话。生活虽然不容易，但也很幸福。不过人生就像天空一样。鬼灭之刃，这是什么？的明信片，明信片，明信片。你的明信片？这是什么？一大堆明信片啊！明信片，三个书签。明信片，书签，书签，书签，明信片，明信片。哎，这种的贴纸我们有，明信片这是他们的招式。明信片，还有虫之呼吸，火之呼吸，这个我是神神的，然后还有兽之呼吸。好，这个是保温瓶。还记得嘞？海报。海报两张，来。灯在一起，噔噔噔，没了。我先帮你拿。行。大家慢慢压下去。你看，不一样。保温瓶，看里面图案有没有不一样。看里面图案有没有。没开的。一样。好。一样。东西都一样吗？一样是明信片。明信片有一样吗？明信片是一样的。明信片没有一样。明信片一样。哦，好像东西都一样，都一样。然后呢，再来，建议这些，哎，全都一样，全都一样，全都一样。好，那这个就不看了，一样。下片就订阅我每天晚上6点都七千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那我们要选礼物了吗？要。你们有想要什么吗？你们先选一个礼物，吃，再选一个，吃，再选一个，我看要不要给你们。我看一下哦。你选明信片会答应吗？明信片可以啊，明信片那么多。哇，妹妹你真会选。粉丝会员卡在哪里？这个会员卡，永久会员卡呀。对，妈教室，蝴蝶忍的齿和鬼灭之刃会员身份证。我的是钢之命的齿和炭治郎的吊饰。好，那这次是今天我们选的礼物。好，想片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是选票，下次选吧。耶，会员卡。好啊，再送你们一个礼物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明信片。没有。这么大。这盒子给你好不好，妹妹？那我也要一个盒子。那盒子给你啊，他的东西拿出来放这个袋子就好了。耶，我们的大盒子。耶。可以让你们装你们的贴纸，或是鬼灭的，之前抽到鬼灭的东西，好不好？